看一看，看一看，中国第一架1.25米超大间距液压连续保护的丝滑犁，第一架刚刚装好。1.25米的间距，1.8米的高度，液压连续保护，终生不用换安全螺栓。发货发直了，没发先生螺，用的旧的，这套是旧的。看看，蓄能器。今天下午下地，西部农机网直播，配套动力东方红2204。